其实我们每个人啊，来到这个人世间都有自己的一个梦想，都有一个使命，你只要能够去把它完成了，去把它实现了，其实我们人生就圆满了。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方法，第一种是从我们的内心去探寻，史蒂芬·科维《与成功有约》书里面以终为始，我们人生的最后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，或者说你最在意什么事情，现在就开始去做，你才能够最后感到你做到了不枉此生。第二种方法呢，其实是要往外去探寻，寻找你的兴趣能力，这两个的交集，如果你同时喜欢做又可以做得好的事情，乘起来可能就是你的天命的所在。所谓天命，就是我们天生使用自己的生命最好的方式。不止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会感到很快乐哦，而且你会事半功倍。